第14次列车已经检票进站了。这位旅客，把手抬一下。啥意思啊？例行安检。啊，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。谢谢。搜，可劲儿搜。后边搜一下，搜一下。对了，同志，这是我的身份证，上面有姓名、性别、住址。哎，前面快点，后面赶车呢。哎，不用了，收好自己贵重物品。好，来下一位。啊，辛苦啊。过。哎，你等会儿。干啥呀？检查。手抬起来了，快点！用不用看眼手牌？看什么手牌？我搓澡呢。拿点水喝一口来。不是，我不渴。怕是易燃易爆。我矿泉水易什么爆呢？喝。看好啊，哥给你打个样啊。行了行了行行，把这鞋脱一下来。啊，到我这还得脱鞋呀？这鞋太厚了，我怕有夹带。给。给你吧，身份证出示一下来。我刚才刚买完票，人实名认证的、啊，还有票。不是咋的？刚才前面都不检查，到我又喝水又验票的。规定，还有啊，大庭广众之下，多着眼睛看着你呢啊，说话小点声，有点素质啊。不是我看看谁看我？哎，谁看我？哎呀，就听你在那呜嗷的了，不瞅你瞅谁呀？可不咋的，没素质。长那么磕碜上愣得了，别那么多事。你说他这样，爹妈得多寒心。咱不到，吃你家大米没？蹭你家 WiFi 没？告诉你事儿啊！身份证、通款的来。给！哎呦我的天！哎，你这身份证有问题啊？咋的？上面咋写职业呢？织毛衣。名儿啊！你不知道有一种冷叫你妈觉得你冷吗？啊，多好的名字，温暖关怀，对不对？他妈太有才了，这名起全窟窿眼子，还起球呢，还缩水呢，静电唰啦唰啦的，不乐意。哎，行了，听我说啊，来，进去可以，但是呢，遵守制度，不行打架，自己找个角老实蹲着啊，进去。不是，这你这话说的啥玩意儿？我就找个角蹲着，我找角干什么呀？里边人多，我怕你挤着。进去。我跟你说，今天我就着急赶车。走吧，走吧，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。走。事儿的话。我致命的要害，跟谁俩？跟谁俩？跟谁俩呢？你呀、啊！山上的样子，有东西也活该。没完了是吧？大姐，叫谁呢？老妹儿，有病吧？我削你啊！我们这车站里头吧，林子大，啥鸟都有是吧？有喜鹊，有乌拉，你是老楞呗？你跟我俩玩车站好声音，你等我转身呢是吧？姐，你刚才睡着了，我们寻思我唱歌好吸引你嘛。听见没？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啊！哎呀，就像我这么貌美如花的女人，我早就想好怎么对付你们这些疯啊碟儿的了。知道这啥不？啥呀？防狼喷雾。哎呀，小样！哎呦我去！哎呦这眼睛！啊，小笑。你说人家耍流氓吧，都蔫翘的；他耍流氓，呜嗷的，猖狂啊！有病！姐，别生气啊，我帮你削他两顿。哎，不要，我还对不了他吗？我就是想知道你有没有被震着。震哪了？耳朵。啥玩意儿？耳朵眼子。没事儿，姐。别叫姐呀。多外道啊，叫亲。亲，要不这样吧，亲，我们微信摇一摇啊。亲，嗯，别用手机，俗，我喜欢
这种方式。文艺范儿。当全世界都飘着黑体字的时候，我独爱狂潮幺三九四。狂啊，太狂了，我的心都跟着狂狂的呀，这字儿都写飞了呀。哎，你是当医生的吧？啊，我们用的工具都差不多。既然我们聊得这么愉快，不如去喝杯咖啡吧。不了，赶路。那记得铃铃哦。铃铃。滴答铃，答铃，答铃答。滴答铃，答铃，答铃答。这就 plus 吧。关机在哪呢？哪锁屏了呢？这还？哎呦我去！这防狼喷雾劲儿太大了，哎呀，还生姜味儿的。你说喷成这样，我还能找着特香料吗？活该！你瞅你那样，啊，你瞅你。哎，大哥，刚才喷我那老娘们呢？当啥心当心呢？干什么呢？我这眼睛喷的看不见了，看着点。哎呀，20000块钱我都当零钱花。嗯，哎，你别问了，刚才有个老娘们儿，哎呀，这个、给我喷了，我现在啥也看不清啊。别人给我嘴巴子，我不知道都不知道是谁呀、啊。那行了，我得缓会眼睛了啊。行了，不唠了。嗯。哎呀，真有钱呐、啊，就搁这挎兜了，我得压上。哎呀，倒霉呀！哎呀，哎呀，哎，小偷！撒手！撒手！你，我擦！松开！松开！抓小偷！松开！抓小偷！这是什么情况？跟我俩抢人是吗？哎呦我，跟我俩抢人！抓我！松开！什么情况？抓你吗？松开！抓！都是抓谁？都给我撒开！撒开！是谁了？蹲下！哎呀，我没说你们俩，叫你蹲下呢。我为啥蹲下？叫你蹲就蹲下。我来这说啥了？说不下打架，咋回事？小偷，胡说！你起来！啊！偷啥了？人偷啥了？是大姐，你看看你的 plus 还在不在？我 plus 在不在？他也在呀。你这在提着算卦搁哪个？哎，哎，亲呐。啊！我 plus 上哪去了？问哪？你问他。我 plus 呢？我给你生去。他怀里就有一个 plus， 拿出来。这是我的，就是这个。哎呀，我去，这是我的，我能插进去不？我还能拔出来呢。大姐，你没密码，你能破开了吗？你别说话，你别说话，你刚才说你没有，你说你没有。你别说话，我问他。小样。之前我以为你看上的是我人，没想到你看上的是我的钱呢。是大姐，我冲你哪门子钱呢？那你还真是看上的是我的人呗。哎呦我的妈！亲你什么心情？太过分了！你就是想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来拉近和我之间的距离，对不？不是大姐，你说你哪儿来这么大自信？你说你长得啊，是真要是钱跟人摆在这儿了，那我也得选钱呢。哎，听见没？不止人长得磕碜，说话还不好听呢。我跟你说啊，老实的，听见没有？亲，看着没有？嗯，我把他炸出来了。你放心，我马上把他送到派出所去。你起来，送派出所不用你啊，我的事儿。辛苦了。如果满世界你这样的人泛滥了，那就好了。那就完了。对，你完了。那个同志，不耽误你太多时间啊，麻烦你去完成你光荣的使命吧。不是，他得等一会儿，这有点乱。乱，好样大哥啊，有戏！大姐，你听我啊，你说我要真偷你手机了，那我抱他干啥？我还他呀，我得多贱呢！哎，你要这么说，我得想想啊。哎呀，想啥呀？这不明摆。我知道了，你要跟我俩抢他是吧？哎呦我的妈！哎哎，三，好你个织毛衣啊！你不光手脚不干净，你倾向很模糊啊！不是，你说你这一人一句，一人一句，能不能让我说句话？快憋死我了都！啊！
既然大家认定都是我，对不对？嗯，那总得让我跟他讲一讲，你这个手机跟我什么关系吧？我跟这个手机呢？哎，是鱼，哎，站住！哎，我能看见。站住！哎，你什么情况啊你啊？哎，快快站住！给我站住！我还能穿越出场设置呢。完了，哼，他一恢复，不知道是谁的手机了。我3万多张 P 好的照片啊。我搁啥搞对象啊？我拿啥搞对象啊？还搞对象呢？手机都撑穿了。小子还有脸哭啊？你瞅你那死样，我跟你说，你就是一惯犯。同志，赶紧把他带走，完事儿。完事儿，没啥解释了吧？走，不是，走，走，再给我一分钟，你看我乖不乖？你看我乖不乖啊？大家现在猛着了，捋一捋好不好啊？现在大家都把手机拿出来，然后呢，开机。我大哥给我大姐打个电话，然后这几部手机当中呢，指定有一部手机是响的，那就是我大姐的手机，对不对？对什么对呀？啊，对什么对？拿什么手机呀？啊，人赃俱菜，解什么呀？同志啊，赶紧带走，审完就关，2月。你好毒啊！是不是？行了。都清楚吧，走，我走了。哎，等一会儿，你们也等一会儿。你看他又还有点不服，是不是？是，咱们必须让他认真话。姐，他俩不认识，你干嘛呀？这老这干什么呀？太说了，妈呀，这多清楚啊！可我没关系啊。怎么能和你就没有关系呢？在场的所有人都有嫌疑啊，对不对呀？不是，你看着没？心虚了，看着没？心虚了。可你说。说你那死样啊！你说咱俩谁心虚？你要不虚，你就拿出来呗。不是，好，我拿出来，我让你看看他怎么死的。看着啊，放这儿了。哎呦我去，啥时候换的？你是魔术师？哎呀，毛衣呀、啊，咱能不能待会儿再织啊？这样啊，听我的啊，同志。麻烦您把你那个金属探测仪再拿出来啊，给我们每个人从上到下重新秃噜一遍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。哎，亲，你什么心情啊？我啥心情？搜呗。那就对了嘛，要搜的仔细一点啊，前面、后面、左面。我让你，我瞎了眼睛，我什么？我手手机机手机赐予我力量吧。你起了，你起了。原来是你呀、啊！这熊孩呀，还想色诱我？走，幸亏我没上当啊！还我自己搁的手机呀、啊！还个屁！我机关切手！你真是车站好歌曲呀、啊！且为你转身。